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，独行者的夏日新皮肤踏浪今天正式上线了。那这个皮肤呢，也是给独行者增加了几分颜值啊。那我个人认为哈，这个皮肤呢比那个冠军皮肤好看的不只是一点点而已啊。那冠军皮肤简直就是啊，可以说比原皮还要丑。冠军皮肤的外表呢显得就比较粗糙，然后氮气设计呢也很普通，没有感觉到设计师的一点点诚意啊，感觉呢就像是小作坊加工而来的一样啊。而这个踏浪的话就不一样了，不仅外观做得精致啊，这个氮气呢也是改变很大。虽然说这个氮气呢是照搬海神的氮气啊，但是至少这种氮气喷焰呢给人的感觉就会舒服很多。所以呢，拿个100几十块来提升这个独行者的颜值，还是有很多土豪愿意的吧。那这个皮肤的属性加成的话是氮气时长加0.01秒，没多大用处啊。如果说是提升0.1秒的话还差不多啊。然后手感的话，我是觉得那个冠军皮肤跟这个差不多啊。这里也是一个好机会，一个 ECU 呢啊直接超车，但是后面没掌握好路线，这里呢也是没处理好，导致氮气短了一点。不过还好啊，最终还是稳了下来啊。那这局呢也是从最后一名反超逆袭到了第一名啊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关注点赞转发一下哦。